喂喂，大家晚上好，大家可以听得到我讲话吗？那现在呢，在我们这边是一共有4位朋友。那如果大家可以听得到我讲话跟看到我的这个 PPT 的话，可以麻烦跟我讲一下吗？谢谢。哎，喂，晚上，大家晚上好啊，我是 Alan。那现在呢，时间呢是晚上的8点钟，大家呢可以看一下，然后可不可以听到我讲话，跟看到，可不可以看到我的 PPT？那现在的话呢，在我们这边呢，大概是有20几位的朋友。那如果说大家可以听得到我讲话，然后也看到我的 PPT 的话，大家呢可以跟我。通知我一下，然后留一下言。那这样子的话呢，然后我呢就不需要再去调整我的电脑了。那如果说大家，好的，谢谢 Sophie，好 好，谢谢。那今天呢，现在看到大家的名字，那应该很多都是 老朋友来的。那今天呢，现在是8点，然后陆陆续续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开始往里进。那我呢是照常等到8点05分，那8点05分呢，我会准时开始今天晚上的内容。
那就是因为啊，有可能啊，有新的朋友，或者是有朋友，但是呢，没有跟我接触过。那我呢是 Go Markets 的 Alan，上一次网课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自己这边的一个记录，还是要追溯到2个月前的5月11号了。那2个月时间呢，然后一直没有出来，发出声音，或者是公开的，然后来发出声音。那其实呢，一直都在的，那也一直呢都是通过每周这个邮件的形式，包括周一到周五啊，也会通过这个信息跟语音的形式，然后跟我这边很多朋友呢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关于市场的观点看法的分享讨论。那最近2个月呢，是因为可能这样子的事情或者那样的事情，所以呢我整个人。事情比较多一点，那再加上团队这边呢，有团队这边的一点考虑、考量跟安排，所以呢，站出来的时间呢，是机会是没有特别的多，但是整体来说呢，这2个月时间呢，是从来没有停下来去跟大家沟通交流的。那实际上现在啊，现在包括从第一季度开始吧，今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很多朋友呢，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那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或者最大的一个顾虑，那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那股市呢已经这么高了，是不是大家可以继续买，或者是说呢，我想再等等看看。那实际上像大家这个顾虑啊，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但是呢，对于不管是美股也好，还是澳股也好。从去年的第四季度开始，那我个人的观点呢，都是一直是积极看涨的。那第四季度是这样子，第一季度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个人呢，是在6月7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6月7号的邮件当中呢，跟我这边的朋友呢，是交流了一点观点跟看法。那我们呢，是从一个积极看涨的观点，然后转到了现在的谨慎。那现在不管是美股还是澳股呢，从技术图表来看，因为美股是连续刷新新高嘛，那澳股的话呢，也走到一个历史比较高的价位。从技术图形上来看的话，是看不出任何一个要去做空的理由的。那但是呢，因为大家呢可能啊在网络之上，或者是听到很多的大 V 或者是网红，然后会拉出这个样子的一个参考或者那样子的一个参考来，去告诉大家，对吧？然后现在要去看空了，大家要去做空了。那针对他们的说法跟理由成立不成立，那在我个人看来呀，可能啊一定程度上来说并不是成立的，因为呢现在在。首先是那市场当中参考的这个指标啊是非常的多的，你拿任何的一个，然后来去跟这个当前市场当中这个股市的一个位置，这个一个股价，然后去对比的话，我认为啊多多少少你总是能找出一点点相似性来的。那这是第一点呢。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从去年我一直在讲的，因为当前的这个市场是一个货币。政策驱动的一个市场，很大程度上啊是货币政策驱动的一个市场。但是那在过去的十年呢，过去的十年这样的一个行情，我们去翻看人类的历史上，过去的100年这样的一个央行存在的历史上，是找不出任何一个时代跟过去的十年这样的一个时代，货币政策是一样的，那资金可以如此的低廉，对吧？那这些呢，当权者这些。掌舵者是如此的不希望市场出现一点的动荡，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史无前例的环境，所以呢，现在这个股市啊创出历史的高位，在我个人看来啊是不出意外的，或者是说呢是理所应当的。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跟大家沟通交流一下。好，那现在的时间呢是8:05，那我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内容。那大家看到第一页 PPT 呢，那实际上这个标题呢，我是今天下午的时候，然后去想这个标题，去起标题的时候才发现起标题真的很不容易啊。那对我个人来说啊，很不容易。那
又要去想大家想去听什么，那又要去想我这个话题我能不能够说清楚，跟是不是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为大家呢去讲明白，或者说呢为大家提供一定的思路。那想来想去，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大标题跟这样的一个小标题，那希望啊今天晚上的内容可以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怎么说不一样的视角，或者为大家提供有价值的讯息。那我呢是 Go Markets 的 Alan，那我再次介绍一下我个人的一个名字。那今天晚上网课的内容呢，我照例是会去讲美股市场，然后 A 股市场，还有澳股市场。那中间的话呢，然后我会讲到美元的走势。那跟我认为是有一个机会吧，当前的市场是有一个机会。那实际上这个机会呢，我去翻看我自己的这个邮件的记录，应该是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呢，我是开始推荐的。那当时那个价格呢，也还是可以的。那当然了，可能啊有很多人啊讲说我去年就推荐了，那个呢可能是他们，那我呢可能有迹可循的，跟我自己比较有信心的，那就是在今年，然后我开始做一个推荐。那好，那我继续往下走。那照例呢，是第一个先去跟大家讲一下，是一个免责的声明。那今天晚上啊，不管任何一个产品的观点，还是任何一个产品的言论，那都是一个一般性的见解。当大家呢听到我这样的观点，听到我这样子的见解，在做出具体买入跟卖出之前呢，需要结合自身的一个财务情况跟风险承受能力，然后来做出最终的判断。那实际上今年大家来我的网课，跟去年对比的话呢，已经明显感觉到，对吧？在这个语气上跟语调上已经不一样了。那去年的时候，还有一点激昂澎湃，对吧？激昂澎湃的一个中年人，今年的话呢，就已经有点疲惫了。经过了一年这样的一个洗礼，对吧？那确实有多多少少的有一定的这个进步吧。那希望啊，可以在过去的一年也是跟大家一起成长。好，那大家看到第一个 PPT 呢，就是想今天晚上跟大家讲的，就是10年期美债收益的一个走势图。那实际上10年期美债收益呢，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尤其是当美国的纳斯达克开始出现调整的时候，因为各路的媒体啊，竞相来报道，或者是来去以这个呢，然后来作为市场调整的一个理由。很多的朋友呢是认识到了10年期这个美国国债收益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今天呢，之所以再次跟大家拿出来去强调跟沟通这个10年期美债的观点走势，是因为我们看到最近10年期美债啊是一直路在往下走的。那最近呢是一路走到了1.3左右，而这样子的一个走势。然后我们看到与之对应的一个情况是，美国，对吧？在美国，然后以纳斯达克指数为代表的这个股指啊，是一路冲高，是继续往上冲高。那关于10年期美债收益呢，为什么如此的重要？是因为10年期美债的收益啊，是全球资产资金一个定价锚的作用。那我举一个例子啊，那如果说10年期美债的收益是往上走的，是往上走的的话，那像这些苹果公司，像这个亚马逊公司，或者是像中国的腾讯，像中国的小米，他们参考的，他们这些公司如果要发行债券，他们参考的标的是要以10年期美债收益来作为参考的。那如果10年期美债的收益是2%，那这些公司发布的公司债券的话呢，它是要收益啊，是要高过国债收益的，因为你一个公司的收益呢，相对于一个国家的债券呢是没得比的，所以说呢，他们这个收益啊是一定要高过这些国债，所以呢，大家才会来去买你的这些公司的债券嘛。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标的的作用，所以10年期美债的收益，大家多多少少，不管是做股票投资，还是做这些现货，或者是说这些期货的交易，大家呢都多多少少需要关注一下。那给大家今天呈现的这个图，是从1987年开始，10年期美债是一路下行的，
是在一个大周期大通道里面是下行的。那如果问我接下来三年、接下来五年或者接下来十年对于十年期美债收益的一个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会继续往下走的。因为当前的市场这个杠杆呢一旦加上去真的是比较难往下降的。那这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观点跟看法。那因为是对十年期美债收益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所以不论是对于美股还是对于澳股，那包括对于港股还有这个 A 股，那一个中长期的展望，我个人呢直到现在为止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这样子的一个展望的。那这一点呢跟大家沟通交流一下。那再跟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图，那第二个图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美元的走势图。那关于美元指数的话呢，我们去看之前呢在上一轮美元指数呢走的最高的时候，应该是三月份的时候啊，最高是大概走到了 93.3 跟 93.6 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本轮呢美元指数呢是再次走强，但是走强的幅度呢是走到了应该是 92.8 左右啊，现在呢就有点上不去了。那作为大家要去交易澳元对美元，或者是美元对加元，或者是美元对日元，交易外汇产品的这些朋友们，包括交易黄金或者石油，包括交易股指的朋友们，那美元指数呢，大家也是需要去参考的一个标的。那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本轮美元反弹，它的一个走势啊是有可能走到93到94之间的。但是我认为啊93到94应该是美元反弹的一个顶部了。那对于美元的一个展望，中长期来看呢，我还是看跌美元的。那刚刚讲过了，我是对美股包括对澳股呢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啊，包括港股。那因为呢如果说这些市场这些股票市场如果要往上走的话，美元指数是要往下走才会利于这些股票市场的。因为如果说美元指数呢往上走的话，可以讲啊可能是一个市场当中流动性没有那么的充足，然后造成了美元回流也好，或者说呢出现了市场当中出现了一点动荡也好，那我个人呢作为一个股市的参与者也好，于情于理啊我都是不是特别的希望美元呢是往上涨的。那这一点呢跟大家沟通交流一下。好，那继续往下。那这个呢就是跟今天晚上刚刚大家在封面看到这个标题啊是有点像了。因为从第二季度开始吧，越来越多的朋友呢然后过来沟通交流讨论这个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为什么如此的疲软。但是呢像苹果、像亚马逊、像脸书这些美国的科技股呢可以一路的走强。那除去那这些美国的公司啊真的是可以讲说啊是真正的龙头之外，那另外呢可能啊部分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因为当美国跟中国这边呢因为自己的国情的问题让高层管理者呢意识到存在一定的问题想去调整的话，那相对于美国的这些管理者顶层设计们来说，中国的管理者们呢可以讲说手段或者手腕更为的雷霆，对吧，采取一个雷霆的手腕雷霆的手段，然后来去通过行政手段通过立法的手段呢然后去控制一下这些巨头。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图呢是从2018年开始的，那从2018年一直到2021年这样子的三年时间，这样的四年时间，美国的科技股跟中国的科技股走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从2021年开始呢，因为蚂蚁的事件开了这样子一个头，那然后呢陆陆续续呢我们看到越来越收紧。那蚂蚁之后阿里影响到了阿里的走势，那包括腾讯站出来去做一些收购，那也是被
监管部门对吧，及时的叫停了。那包括美团，那像这些巨头啊，越做越大的这些巨头呢，都是怎么说遇到了一点的问题吧？那包括最近然后炒的沸沸扬扬的滴滴事件，那也是呢动摇了资本的一部分的信心。所以呢，因为这些内外原因吧，然后造成了中国的科技股啊是表现比较疲软的。那但是对吧？但是，我个人呢还是依旧看好腾讯的，在港股当中呢，我依旧看好腾讯。那实际上去年的时候呢，我记得应该是6月份，我跟 Jacky 然后站出来做直播的时候，我也是表达过对于腾讯这家公司的看好。那现在呢，腾讯从高位一路跌到了应该现在是520左右吧，520、530左右。我个人呢现在还是在紧盯它的。没有动手，但是在紧盯它。那另外关于滴滴这个事情的话，这边简单说两句，就是我看到各路的媒体，不管是网红，不管是大 V 还是小 V，都在讲是因为这个数据的问题啊。这一点是不是跟因为这样子的数据的问题呢？是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前的这个局面？那我这边呢，因为讲人太多了嘛，我不做一个具体的判断。但是呢，我是看到没有一个说法，或者没有一个人呢站出来去讲另外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滴滴这边的一个股权架构，也就是说它背后的资本可能啊让我们的管理者对吧，然后心生忌惮也好，或者说呢，产生了一点怀疑也好，那因为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呢，现在对滴滴是起到了这样子一个怎么说，雷霆手段，对吧？再一次提到这个雷霆手段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来去对待它。那关于滴滴的股票呢，我个人呢也是在观望的一个状态，我并不是想啊非常去接这把飞刀或者是去杀入场。那另外呢，关于这个滴滴这个事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于接下来中资的企业或者中国的公司想要去美国上市啊，如果说涉及到这些数据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涉及到股权结构或者是资本来源这样几个问题的话呢，会让他们呢心生忌惮，会让他们呢着重去考虑在香港上市，或者是在 A 股上市，或者是通过呢在香港跟 A 股同时上市这样一个方式。那这个呢是一个警示的作用。那这样一个警示的作用，在我刚才影响到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影响到小红书嘛。因为现在大家呢，很多人让我发现很多朋友，不管是年轻一点的朋友，还是年长一点的朋友，都有在用这个小红书。因为我们知道小红书是从去年开始吧，一直在积极的筹划赴美上市嘛。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可能啊会影响到小红书这边的一个衡量考虑。那至于说具体还是要去美国，还是呢就是在港股上市，这一点呢，那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小红书。好，那关于这一点呢，刚刚讲过了，那这个原因对吧？然后跟理由，那包括腾讯呢，我还是依旧看好的。那这一点呢，跟大家讲一下。那这个呢，还是接着上边的这个原因跟理由。那这个表现大家可以看得到了。那以阿里对吧，以京东、以百度为代表的这些中概股的走势，相比于微软、相比于亚马逊、相比于苹果来说啊，真的是一边是海水对吧，一边是火焰。那这样子一个情况。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那现在的话呢，我只能说啊，看得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但是呢，从今年的1季度开始，那2季度，那一直到现在，那我个人呢，在美股方面，我一直有在做推荐，我一直有在做推荐。那包括在这个阿里巴巴呢，我也是有在做推荐的。那另外两个的话呢，我有提到他们，但是呢没有去做一个具体的推荐。那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呢就是酌情考虑一下。那另外的一点对吧？另外的一点讲到这个美股这边呢，另外一点呢想要补充的是，那当前呢美股首先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历史价位。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刚刚啊也跟大家展现了，
10年期美债收益嘛。那10年期美债收益呢，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现在的这个资金情况啊，是一个非常低廉的一个资金的成本，那是一个极度宽松的宏观环境，所以造成了现在的市场啊，在整体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是我刚刚也有讲过了，不管是澳股还是美股，从6月份开始，我个人呢是一个谨慎的态度，那这一点呢，大家酌情考虑一下。那我继续往下看的话呢，就是中国信贷规模周期这样的一个图了。那刚刚讲到中概股的表现不如美国的这些公司们的表现嘛。那讲过了中国自己内部的原因，讲过了外部的原因，那再讲一个内部的原因的话，就是中国的信贷周期规模的一个影响。那实际上关于这样的一个因素呢，我在今年的1月份，也有做过内部的分享交流讨论，那当时呢是给大家呈现的图的时候，应该是在这样子一个位置，是在一个比较高峰嘛。那随着二月之后，春节之后，那中国的 A 股呢是首先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尤其是蓝筹股方面。那这个呢，我认为啊，中国信贷规模周期性见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到啊，从2012年开始，那大概2年，对吧？2年到3年这样的一个周期，中国的信贷规模呢是出现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周期性的走高见顶，然后再回落，然后再走高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从今年初中国信贷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包括监管机构呢采取的这个雷霆的手段，影响到资本的信心。那包括呢，中美博弈、大国博弈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造成呢 A 股呢是比较动荡了一点。但是呢，对于 A 股这边的话，因为中国以它现在的经济体量，包括中国央行释放出来的这个流动性，那因为中国的 A 股相对来说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了，所以对于 A 股啊方面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一个基本面上的支撑的。那所以不管是对于 A50 来说，还是对于 A 股来说，我个人呢都是比较有信心、比较乐观的。那另外呢，就是在 A 股方面，今年为大家推荐的三只股票吧，着重推荐的三只股票。那除了朗姿，对吧，走了一大波之外，那最近呢，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只股票呢，从上上周开始，最近2周也开始走，直到现在为止呢，走势还是不错。那因为我认为它行情还没有走完，所以呢，先不会进行一个公开的推荐，好吧？那 A 股方面呢，大家继续可以，如果说大家对于 A 股的个股没有那么多有经验的话，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A 股的基金，A 股的基金。那这一点呢，怎么说，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那我继续往下看，那刚刚啊讲到了美股，讲过了 A 股之后呢，这张图呢再次讲到一个宏观环境。那这个宏观环境跟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呢，是过去的30年，过去的30年所谓的就是1990年开始走到2000年，2000年呢走到2010年，2010年走到2020年，在过去的30年当中，黑色的这个是美国的股票市场的表现，那紫色的这个呢是新兴市场，所谓的新兴市场占的比重最多的就是中国吧，就是中国包括 A 股，包括港股，对吧？包括什么巴西啊，或者是印度，所谓的之前的金砖四国也好，或者金砖五国也好啊，南非，对吧？那实际上一场大雨下，大家可以看到了，真的能够扛得住，对吧？因为美国的这个加息周期也好，或者是减息周期也好，能够扛得住这几轮波动的国家，真的是没有几个。那这个数据显现的是什么呢？黑色的再次讲说，1990年。90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市场冠绝全球。那另外呢，在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时间，美国市场也是冠绝全球。那在2000年到2007年、2008年次贷之前，这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吧。
那发生了什么？那在美国是发生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破灭呢，从美国的资金，对吧，然后开始往外出逃，那造成了中国经济腾飞的10年，大概10年呢，一直到2007、2008年。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资金出来要去找收益。那当在美国啊看不到一个新的技术也好，或者新的风口出现的时候，那这些资金呢就要去衡量哪边呢更有机会，哪边更有机会。那当发现中国这边呢，不管是基建还是人口，还是这些人口的受教育的水平，或者说这个市场的潜力的时候，当时呢这些资金呢是瞄准了中国市场，那涌入了中国市场，所以呢整个从2000年之后吧，那中国呢市场这边呢是非。中国经济首先 起飞，那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我们，对吧，也是受益的。那不论是我们的矿也好，还是我们的房产也好，那包括我们的大学也好，那都是受益的。那整个的这样子一个情况，跟为什么这个资金呢在全球流向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子一个原因呢，在我个人看来，对吧，在我个人看来，那2010年到2012年呢，美国因为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量化宽松，那整个资金呢再次去寻找收益，那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跟美国股市的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经济，那包括以苹果公司、那微软或者亚马逊这新一代的互联网的巨头，或者新一代的怎么说公司的旗手，对吧？那他们的飞速成长又一次奠定了美股的一个起飞的一个市场，对吧？那接下来，那如果说我们大家再去展望回2021年开始到2030年的话，那大家又会有怎样的一个展望呢？对吧？那到底是以新兴市场为主，然后会走得更快一些，还是美股市场会继续跑赢其他市场呢？那这个呢，就是怎么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我最近呢，一直在阅读各种各样的报道，跟看各种各样的数据呢，我陆陆续续呢也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展望。那这样的一个展望呢，实际上对于啊，就是尤其是资金量比较大的朋友嘛，实际上帮助呢，可能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资金量比较大，大家越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展望，因为同样的是资金量放在中国，还是放在澳洲，还是放在美国，或者是放在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呢？整个收益啊，那我认为啊，那如果资金量大的话，整个收益的差异还是会比较大的。那我们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澳洲，对吧？我们可以投中国，我们可以投澳洲嘛。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那这一点呢，大家可以酌情参考跟酌情考虑一下。大家呢也不妨，因为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嘛，大家也不妨去做一个展望，跟为自己的下一个10年这样的一个投资，对吧？做一个展望，做一个部署，这个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好，那我继续往下。那这里呢就讲到了，再次讲到这个中国的 A50 指数。那这张图呢，实际上在周日的邮件当中我是有做过分享的。那这样的一个 A50 指数呢，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在16800左右。那 A50 指数从去年的11月开始是连续多少次啊？连续5次吧，应该是守住了16500这样的一个支撑。我不是说16500就是铁底了，但是呢，16500这边的这个支撑真的是比较强力的。那上边的这条斜线，我们看到啊，就是在2021年，应该是1月份吧，1月份、2月份的时候，A50 指数最高走到了20600左右呢，是出现了一个急速的调整。那当时在 A 股，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以茅台，对吧？去年走得好的很多股票，开始出现一个比较较大幅度的调整。那实际上这个调整呢，在我个人看来啊，因为去年这些基金经理们是整体收益是非常好的嘛，那多多少少是要止盈的嘛，而且宏观环境确实有变化，所以呢需要去调整一个仓位。那 A50 指数呢这样子一个调整之外呢，另外看到斜着的这个黑色的线是一条压力趋势线的，那这条趋势线在 A50 指数冲破之前呢，我个人对 A50 指数呢还是采取一个谨慎的态度。那最近的3个月时间，我一直跟我这边朋友们强调的一个操作方法，就是可以以这个500点，然后来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大家在16500点入场的话呢，下一个阻力，对吧？可以考虑在17000点止盈，可以考虑在17000点止盈。那如果在17000点入场的话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17500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仅供参考。那具体的观点跟看法呢，以客户经理的说明，然后呢，来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考。因为啊，我认为啊，每个人的观点看法是挺不一样的嘛，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风格特点，真的是我认为啊是比较鲜明的。这个是 A50 指数。那讲到再次讲到 A 股市场跟港股市场，那这里呢，因为我们公司这边上线了港股嘛，那这边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港股，那就是港交所，那它的代码呢是0388。那关于港交所这边的话呢，我个人呢是从2017年，我呢是注意到港交所这只股票了，我一直在盯着，我迟迟没有动手。那当时间呢来到了2018年，因为中美贸易战的问题呢，那我这边呢有一位非常敬重、非常尊敬的朋友，他的投资经验呢跟他的投资思路呢，我是非常的钦佩的。那2018年年初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他说：“Allen，你看中美贸易战也好，或者是中美对抗也好，会成为接下来很长时间的一个时代背景了。因为这样子一个原因存在啊，他的这个逻辑跟理由啊，我是做过提炼跟作为一个简介的，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或者听一下。但是他给我的理由跟看法就说，因为中美对抗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所以说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回流港股也好，或者回流 A 股也好，将会是接下来十年，最少十年呢，可能是一个趋势来的。那所以说，作为港交所而言呢，它会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的一个受益者，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吧。而且他当时跟我说啊，他会在220到240的区间去抄底港交所。他当时呢给我的理由，也给我了逻辑，甚至告诉我了他将会怎么做，对吧？那我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那样的一个原因吧，就没有动手。那我这位朋友呢是比较成功的，那港交所这边也为他带来了非常丰厚的收益。那港交所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管是恒生，对吧？然后冲到多少点，那最高的点的时候，它到了港交所这边呢，随着恒生到了580，那结果调整的时候，港交所这边呢只是调整到了400多。包括最近我们去看这些科技巨头啊，喂，现在没有声音吗？胡先生，您看一下，因为我这边只是听到您一位说没有声音，其他的朋友暂时没有反应，您退出一下再重新登录呢？好的，胡先生，我这边看到啊，因为有朋友给我一个反馈说声音是有的，您可以退出一下，然后再重新登录一下。所以呢，在港股这边呢，就是港交所呢，在这里再次跟大家隆重推荐一下。那这位朋友呢，讲到这位朋友对吧？然后真的是往回看对吧？往回看真的是膝盖，收下我的膝盖是吧？然后另外呢，关于这位朋友的话呢，最近跟他沟通交流的时候呢，这位朋友讲说啊，他对美联储跟澳联储这边的一个展望，货币政策的展望啊。他是会预测他们今年呢是有可能去加息的。那这一点呢，在我个人看来啊，我们沟通交流过之后，我认为啊，说实话，稍微有一点太过的，怎么说，太过的激进了吧？我暂时啊，对这个加息啊，我可能啊，保持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加息的预算。也就是说，在加息跟不加息之间呢，我个人呢更倾向于这两者，他们可能不会加息。但是我这位朋友的一个展望就是加息的。那这里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啊。好，那港股啊，跟大家讲完了之后，我继续往下，那就讲到澳股了。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我照例是以澳股然后来作为一个收尾。那这里呢，大家看到就是澳股大盘 ASX200 这样的一个指数的走势。那我在这边呢画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是什么？这条红线是7200点，这样的一个支撑，这样的一个支撑。
那这条线为什么是蒸呢？这条线是在去年三月份澳股大跌之前最高点。那当今年在第二季度呢，我们的澳股大盘呢冲破了7200点之后，一直冲到7400点的时候，对吧？然后开始呢就是开始了它在7400点到7200点之间这样子一个区间震荡的行情，那直到现在呢，大概是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对于澳股呢，我只能讲说，现在呢，我认为澳股当中有的板块确实是不够便宜了，已经不便宜了。但是是不是还可以买？那我个人呢，实际上还一直有在做推荐呢，一直有在做股票推荐，美股的推荐也好，澳股的推荐也好。所以呢，这一点呢，跟大家沟通交流分享一下，那我认为澳股这边呢是有可能出现调整的，是有可能出现调整的。就像刚刚啊我去讲了，对于美股这边呢现在是有一点高，而且我有讲，从6月初开始呢，我的个人观点已经调整到了谨慎，已经调整到了谨慎。那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也有在跟我这边的朋友进行沟通交流。那我个人讲说，如果说我们的股票仓位真的是非常重的话呢，大家可以考虑，对吧？开一定的股指的空单，然后去做一定的对冲。但是呢，如果大家仅仅站出来讲说，因为你现在非常的高了，我就要去做空你，那这个理由啊，在我个人看来啊，是比较牵强的，是比较牵强的。我暂时呢，认为这个理由呢，是有一点去猜顶的，我个人不愿意猜顶。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跟大家沟通交流一下，大家酌情参考。好，那讲完了 A 股的大盘呢，跟大家讲一下，在一个具体的股票，那这个股票呢就是 FMG 了。那 FMG 呢，我是这个图呢，是我在今天的盘中时段没有收盘的时候去截的这样的一个图。那 FMG 从图上来看呢，还是比较牛的，还是一个上涨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的朋友告诉我说：“Allen，你要教一下我们怎么看图。”好的，没有问题啊。我今天正好借着 FMG 这样的一个图跟大家看一下。那这样的一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鼠标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一个高点。那 FMG 调整了之后，对吧？来到这里，那再上来没有冲破之前的高点，没有冲破之前的高点。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去看。它因为没有冲破之前的高点，如果说就是在这里要去判断的话，对吧？单纯去从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走势图上来看，是一个下跌姿势的，因为它这个高点呢是没有冲上之前的高点了，对吧？而且呢，FMG 又调整跌破了之前的这个低点，跌破了之前的低点，然后来到了这里。那这个时候呢，一直到这里的话，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但是我们去看，哎，它上涨，对吧？一直到红圈的这里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没有回到完全的一个上涨趋势的。那但是呢，它在这里的时候做一个盘整的时候，它这个低点呢已经高过这个高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确定它回到了上涨的趋势，但是呢，我们可以讲说它起码没有继续怎么说制造一个下跌的趋势，对吧？可以下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看，哎，它冲破了这个趋势线。冲破了趋势线呢，然后超过了红圈这样的一个高点，那所以从这个图上来看，仅仅是我不借助其他的技术指标啊，我不借助其他的技术指标，仅仅从这个高点跟低点这边来看的话，FMG 现在呢是在一个上涨的趋势。那但是呢，对于 FMG 呢，我个人呢从去年开始呢也一直再去讲那样的一点顾虑，我甚至呢也有去讲我一位非常尊敬的朋友，对吧？因为这一点呢，然后去做空了 FMG 的股价。当时呢，FMG 应该是在22、20左右吧，他去做空了。但是呢，因为 FMG 就是反反复复，跌也跌不了多少嘛，涨呢，然后一直挺比较磨人。所以呢，当我再问这位朋友的时候呢，他是已经离场了。那这位朋友呢，这种做法，我认为啊是非常的正确，非常的正确。因为原因是什么？当我们去没有那么对的时候，对吧？当没有那么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果断的离场。那这一点呢，我认为啊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赚了钱，赚了10%，赚了10%就及时的离场，对吧？然后就跑掉了。
但是呢，当这个调整幅度超过10%、超过20%的时候，总是想去讲说，哎，我都已经套住了，我不愿意离场。那这一点呢，可能啊是更多的散户朋友们采取的一个做法。那但是像机构呢，他去止盈也好，或者他去止损也好，他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则，然后去参考的比较严格的规律啊，纪律去执行的。那这一点呢，大家呢就是酌情参考，好吧？这个呢就是 FMG。好，那继续往下呢，跟大家再去推荐一个具体的产品，那就是美国石油了，就是美国原油，准确是美国原油。那我去看了一下我自己去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邮件，我应该是在4月份还是5月份吧，我发给朋友们这个图，当时发布的时候啊，应该是原油的价格啊，大概是在60左右，大概是在60左右。那这张图呢，实际上是一个大周期图来的，从2008年美国原油的一个高点，大概在130、140左右的时候，对吧？然后一路下跌下来，中间经过了起伏，那大概这样子一个12年、13年这样一个压力趋势线。那美国原油呢，是在今年的年初，今年的上半年，然后实现了一个突破。那实现了一个突破之后呢，包括对能源吧，我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呢，是比较看好能源方面的股票，或者是说呢，能源方面产品的一个走势。那关于美国原油呢，我最近3个月时间呢，我也一直有站出来来表达我个人看好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对于美国原油呢，我个人的一个展望是，我认为2021年呢，它的目标是有可能走到80到100的。是有可能走到80到100，甚至是更高这样的一个展望的。那另外呢，在 Go Markets 这边，大家呢，如果说来交易原油啊，如果来交易美国原油呢，我看到大家是拿仓息的，大家是可以收到利息的，而且这一点呢还是比较高的，这一点呢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呢可以酌情参考一下。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去开一个原油的仓位，原油现货的仓位啊，大家现在是可以收到钱的。因为去年的时候呢，因为特殊的情况，流量商这边呢调高了我们的仓息，那我们这边呢是有做仓息方面的调整，当时的价格呢是非常高昂的，但是对吧？但是那最近呢，现在美国的原油这边，大家如果做多，仓息是可以收到仓息的，所以这一点大家酌情参考一下。那我再继续往下，那今天呢应该就是所有的内容了。那因为公司这边呢告诉我讲说不要放个人的联系方式啊，所以我就不放我自己的联系方式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网课所有内容。那我呢是 Go Markets 的 Allen，那我的风格跟特点呢，包括我自己的一个专业的能力，那我自己的一个长处跟一个短处呢，熟悉我的朋友呢应该是比较了解的。那还是希望可以今天晚上的网课可以帮助到大家。那希望啊，今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赚钱。那接下来的1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问题啊，我将会利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第一个问题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言啊，但是我看到这位朋友已经走掉了，已经走掉了之后呢，我现在这边呢，那我看一下他还在不在，如果他不在，我直接回答下一个问题。好，那我这边呢，我看到这边有一位朋友啊，非常的直接呀，非常的直接，然后就问 OZL 是不是值得买。那 OZL 这个股票，那我去年开始推荐的时候，它15块，它一路走高了之后，现在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 OZL 这边呢，您问我观点看法，我只能说啊，我自己是在做一个观望，我现在是在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望，所以呢，我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希望可以。怎么说？给您提供我个人的信息吧，然后您这边做一个酌情的参考。好，那这边的话，然后这边有朋友问黄金、白银怎么看？那黄金、白银的话，我这边您问我中长期的观点看法，我个人我还是看好这两者的，我还是看好这两者的。如果说大家问我的
目标对吧？我去年说过的目标我没有变。我之所以我不愿意啊，在公开站出来再去讲，首先呢，我是怕大家觉着我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观点，对吧？我一直在重复这样的观点。另外呢，我根本也不怕被打脸，对吧？我根本就不怕被打脸。唯一的一点呢，我比较顾虑的一点是什么？我就是想去讲五月份的时候，不是我的客户的一位朋友，对吧？打电话进来去跟另外的一个我的同事，然后去讲啊，你看 Allen 对吧？去年讲了这么多，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刚开始说黄金的时候，黄金一万七对吧？涨到1700涨到2000多，我帮您赚钱，您什么都没有讲。对吧？然后您首先也没有谢我，您对我的业务也没有支持，结果呢，对吧？然后您站出来指责我，我觉着我没有受到那样的赞扬啊，所以您站出来指责我，我个人啊，我也不认为我应该承受这样的一个批评。那我这边的朋友，当黄金跌破2000的时候，我是有做及时的提醒的。那包括最近几次的调整，我也一直有在告诉他们，跟他们沟通交流，操作的方式方法。对吧？所以呢，那这一点呢，您还是以客户经理的观点跟看法，然后为主。那您问我观点跟看法，我个人还是看好的，而且我现在是有黄金股的。那这一点呢，希望您可以借鉴到。那 LYC 对吧？那这边的有一位朋友，然后来问 LYC。那 LYC 呢，我最近的3个月，包括第一季度的时候，我也一直有在做一个推荐。那当时呢，一个观点吧，是5块钱到5块，我是本轮的一个底部，是本轮的一个底部。那5块到5块5呢，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天为止，那确实也是 LYC 本轮的一个底部。那如果说您问我是不是看好 LYC，我个人依旧看好 LYC，而且呢，我也一直有在为我这边的朋友去做一个推荐。那当时呢，明确的一个价格范围我也有给出来。好，那这边的有一位朋友，然后来问这个 Zip，那实际上在 Zip 呢跟 Afterpay 之间呢，我个人呢是选择了 Afterpay，因为 Zip 啊整体啊它这个波动起伏啊是稍微大一点，我个人的风格特点呢，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呢、啊、波幅那么大的。那关于那我您问我 Zip 的话呢，我以这个 Afterpay 来举例吧。那 Afterpay 这边的话呢，我当时第一次去让大家去抄底啊，让我这边的朋友去抄底是在100。那当时呢，它走上去之后呢，它结果又掉下来。那掉下来之后呢，我个人就是在等了，就要去看了，因为它破位了嘛。它最低的时候呢，应该是到了80几块钱，但是呢又冲上来之后，对吧？现在呢又应该是又在一个120左右。那如果说您想去问我 Zip 的，如何操作，对吧？那我个人呢是可以去讲，您可以借鉴 Afterpay 这边，Afterpay 下方仍然是100块啊，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的，重要的支撑的。那再往下看的话呢，就是 Afterpay 啊之前的一个低点嘛，大概是在83还是82吧。所以说呢，但是唯一的一个顾虑啊，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因为是科技股嘛，现在科技股呢整体冲的是比较高的，我是有一点顾虑的，我是有一点顾虑的。那关于个股方面，对吧？然后呢有一个观点跟想法，另外在宏观环境方面，我有一个观点跟看法，希望这两点结合啊，可以增加朋友们对一个股票的把握度，对吧？提高我们的把握度。好，那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又是对吧？问了问题，然后我看到已经走掉了。那我这边再去讲一下，那就是3个锂矿股还有上涨空间嘛？那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因为我现在呢也还有 PLS，而且最近呢，不管是 PLS 还是 GXY 还有 ORE，那这三个股票这个行情还都是不错的。这三个行情啊，是三个股票的行情还都是不错的。那我以 PLS 来举例的话，那 PLS 呢，最高第一波走到1块4毛多，对吧？然后掉下来，然后来了一个调整，掉下来来了一个调整，来了一个调整之后，来了一个调整了之后，对吧？那现在呢，最低呢是走到了9毛钱左右，走到了9毛钱左右。当时呢也有做出9毛钱呢是一个底部的判断这样的一个观点了。但是呢，我还是认为您问我最直接的观点，对吧？我还是认为还是有上涨空间的。好的，那这边呢有一位朋友，然后也是问了一个问题，WEB，
那实际上在于关于这个旅游板块的股票啊，那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吧，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我是在旅游股当中，我是推荐了悉尼机场。那直到现在为止吧，那悉尼机场走势啊，在这四个股票当中啊，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最好的。但是呢，WEB 对吧？您如果要问我中长期的话，那我认为啊，那疫情啊终将过去嘛，对吧？所以对于 WEB 而言，如果说您问我中长期，那我是认为它上涨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对吧？但是您如果问我要在旅游股、旅游概念股方面呢，WEB、FLT、SYD，对吧？还有 Quantas 之间要去选一个的话，我直到现在为止啊，我个人的观点还是 SYD，还是 YSYD，好吗？好，那我这边因为时间的问题吧，我在最后一个观点，那这边的话，好，那您问我这个 KGN 对吧？那 KGN 这边的话呢，我实际上去年呢我是有 KGN 的，但是呢它掉下来之后呢，我考虑到怎么说税率这边的问题呢，我是采取了一个割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直到现在为止呢，如果说您问我 KGN 的话，对吧？那我认为啊，KGN 现在如果要去在图上找一个确认的买入点的话，那现在单纯去看 KGN 的股价走势，现在呢还不足以去说服我去抄底 KGN。那您问我啊，我个人观点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是看到。我不是很明白啊。最近我也是看到我这边有几位朋友，然后来去买这个 KGN，我也没有去多问。那但是呢，您问我个人观点看法的话呢，我是这样的一个个人观点看法。那这边我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这边有一朋友问 AGL，那实际上关于 AGL 两点跟大家沟通交流一下，AGL。第一点是，我从去年开始，大家问到 AGL 的观点看法的是，我从来都是要大家去观望，大家不要着急去抄底，这个是第一点了。那第二点呢，就是 AGL 最近一个月吧，它是公布了它将一家公司啊单独分拆出来。那之前呢，对于持有 AGL 的朋友啊，不管它股价怎么跌，但是呢，它分红还是可以的。那分红呢，是很多机构，包括我们很多个人的朋友，去继续持有它的一个理由嘛，对吧？但是呢，因为 AGL 呢，它公布出分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那 AGL 呢，将会在最终的消息跟最终的法案确定之前呢，它暂停了它这样子一个分红派息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一个动作吧。那像这些机构，像养老金也好，或者像很多的这些公司投资的公司机构也好，他要去衡量他的资金成本的。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他们可能啊会对 AGL 采取一个割肉离场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所以造成了 AGL 在公布消息之前，对吧？然后行情啊，公布消息之后，股价呢是继续有下跌。但是呢，如果说您问我，对吧？您问我 AGL 是不是要去抄底了？我个人的观点非常的明确，先不要抄底。但是呢，如果说您现在啊已经有了 AGL 的股票，您继续持有的话，现在呢，我个人认为啊，给您一个非常准确的回答是比较难的。您现在要去割，对吧？我认为有可能是割在这个比较低的位置。但是呢，你要是不割呢，说你要等到这个解放军来的那一天，我个人认为啊，非常的难讲，非常的难讲，对吧？但是您问我去是不是去抄底，我个人啊不认为现在是抄底的好时候，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网课的所有内容。那我呢是 Alan，那希望今天晚上的网课啊有为大家带来有价值的讯息跟帮助，也希望接下来啊有机会跟大家在投资理财方面有机会跟大家合作，好吧？大家晚安。